出城。是，三走。几人？口令。口令，啊，口令就是啊。大。到。给我挨个病房找，一定要把周振明给我找出来。是是是。兄弟们搜一下，来来，跟着我。别动！别动！从那板凳上给我下来。藏个当官的是吧？啊，中尉，不要得意太早，伤口阁下马上就会发兵增援我们的。太好了，正好帮我们省事儿了。我还就怕山口那老鬼子不肯回来呢。来。谁会弄这玩意儿？我去给徐团长发个电，就说山口老鬼子要逃跑，一定要一路阻截，千万别让他舒舒服服的回来。是。嘿嘿。快！
是咱们的人。兄弟们，冲！冲！上！拉什么过来了？行啊，你小子，从哪弄来的？今儿四妹姐搅和了，她说让我赶紧给你拉过来，兴许用得上。我当然用得上了，我正愁着呢。来，哥几个，轰三个狗日的！好了，别乱飞炮弹了，同志们。刚才是谁在里面指挥？这个不，崔爷，不是我，是马允图，马允图，马允图，他人呢？在里边，在里边呢。听着，给我搜马允图，就算他钻到地缝里去，也得给我搜出来。是。过来两个人。我看着呢，走！哎呀，岳飞，咱们去牢房救周老师。走，走。他妈，跟我往后退！红英，往后退！马远卓，你赶快把枪给我放下！你已经被包围了。放下？做梦吧！把他今天豁出去，就算死，妈个垫背的！马远卓，放了电，我可以保证你的人身安全。你说胡小孩的话说给鬼听啊，让你的人都把枪放下，要不然老子打死他。快，那这样行不行？你把周建民放了，我给你当人质。不行不行啊，铁飞，少他妈跟我扯淡，让你的人把武器都放下，让我出城啊，只要老子活着，他才能活着。红娘吗？红娘不能放下，红英，快开枪打死他！闭嘴！建民，你的命比十个马远图都重要。大家听我说，放下枪，让他走。听见没有？你的命比老子值钱啊！妈的，疼！红英，红英，都别动啊！都别动！